一起进入今天的主播带你寻味海南特别板块。继寿司居酒屋之后啊，今天我们跟随主播浩然去到一家烧鸟店。烧鸟店顾名思义，主打的就是鸡身上的串烧。接下来跟随浩然一起去品尝一下。今天我们找到了一家烧鸟店，挑战。欢迎光临。我的菜呢已经上齐了，这个是冬日招牌乌鸡烧鸟串。这个味道好特别，好吃的。你看它有红枣，乌鸡配红枣，养生就它俩。这个是热量炸弹盐烤鸡皮。哇，我以为它会油油的，没想到薄薄的，还很有韧劲儿，吃薯片的感觉。哎，你配柠檬就是让你解腻的吧。好吃，这是酱烤鸡肝，好滑，是啥？千里香，脖子那个附近的肉，好吃吗？不错吃，这是鸡屁股，怎么可能这么小的鸡屁股？这土豆水好多，勾刀鱼，没事，你放，不让我吃，这刺儿好少啊，是不是第一次见到有人这么吃青刀鱼？冬天果然是和火锅更配，好香啊！想吃吗？今天解不掉的肥就不要再减了，明天依旧解不掉，宝贝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